我们今天其实要做一个小测验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的关键字是什么？这样哦。官腔，我觉得官腔就是官腔队长，刚刚回答的好官腔哦。太官觉得标准的回答，对啊，同意吧？同意同意。那就我觉得是这个。假日本人，哎，假日本人，明明小迪吗？会不会小迪啊？小迪，因为他很像日本人，但是台湾人这样。但讲话的腔调有一点像香港，香港，香港，香港的。我觉得假日本人。决定哦，看一下下不下跳过，我们先下一个销售台。哎，我们会卖东西的，我们会卖东西吗？这太难猜了，我们会卖东西，应该要精神。活力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活力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很活泼这样。对，因为他刚刚有说你要买38张，对对对，才能够卖。我们会推销，对对对对，省钱打，省钱打，哇，这好难哦。我要看一下谁看起来最穷。我其实我第一眼就有一个谁，谁，谁，我觉得是 Nina。为什么？看起来很穷，不是很穷，就是一个省钱，不知道我怎么贤惠，很贤凄凉，因为仓鼠会储存食物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会会没有，我的脑中感觉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刚。完全说不上来，但是感觉感觉吗？他就是很第六感，就认为他是一只不爱花钱，不爱花钱，看什么？看面相，看面相，面相，这是面相。没关系，先看一下居家女友，居家女友，居家女友，感觉于心蛮适合，于心蛮适合，感觉很可爱。可是他在家一直绑双马尾，一直待在家的，很有仪式感。有可能，有可能哦，蛮可爱。哇，你们遇到瓶颈了？你们有没有想法？居家女友。还有一个活力点唱机，活力点唱机，活力，活力呀，活力担当。哎，可是点唱机没有，会不会唱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对，没错，喜欢唱歌，销售官腔，假日本就是抢他了。哦，好了，就连他了啦，就这样子。被日本人认真，省钱，我觉得是。那你就 Mina。那居家女友，居家女友跟活力点唱机，剩下麻友跟居家女友会是麻友。活力点唱机。因为马友从小就学过跳舞，那可能也有可能学过唱歌，对耶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。然后居家女友就是累积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好了，就这样子了啦，对不对？恭喜，有对的吗？一个一个看一下，官腔王是谁？陈思阳，答对了，这个也是这个样子，前面很明显，对，很明显，对，队长嘛。所以已经习惯了，已经习惯，对，就是尽量回答的体面一点，对。而且我像都有一些很多偶包不好说的限制，对。所以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们都可以说。你有没有男友？官腔，这句话就蛮官腔，就是我们的男朋友。哦，官腔，官腔，这怎么回答？这怎么回答？这就是，这就是。啊，第二个，假日本是谁？假日本是谁？答案是啊，加油。他不是真的日本人，他是日本人不是吗？他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因为中文很好。哦，对，真的日本人，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不像日本人。大家不会觉得。那可能是我去过很多台湾的观光地点啊什么的，对，就是大家没去过的，所以大家说臭豆腐，他也喜欢吃。哦，那对。哦，千万不能变。好，这样，为什么？看片这样子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诶，那你会台语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哦，没有，可以。他已经把台语过腔了。我不会，我会要讲台语。哦，就这样。这个答案是麻油，麻油，麻油，啊，原来是麻油。销售王牌是谁？答案是。雷奇，哇！他的绰号是雷奇，因为他的那个官方商品都卖得很好，所以他是我们的销售王牌，官方周边都卖非常好。但比较会推销的是他，没有错。推销王牌是他，推销王牌是他。所以这个是星星这边。所以才可以当 C 位，或许，或许，我懂了，省钱达人，省钱达人，谁？答案是 Nina， 猜到了，为什么猜到？就是一个感觉，对，
就是散发的穷酸感，喜欢囤东西，要储藏那个好太郎，囤东西，就是看到便宜的东西就会先买起来。对，那这样算省钱吗？看到便宜的你就买，那买一买不就花完了？但是我的欲望不会很高，就是有需要的才会买，就是我可能会买50块的衣服啊，或者是300块钱的青菜。50块的衣服你是能穿吗？可以，就是你都穿很奇怪的青蛙耳朵啊、兔子耳朵啊，今天也穿了破破的衣服。对，破破的衣服，那个是设计。设计。比如说去菜市场或是五分埔挖便宜挖便宜的，50块连抹布都不一定买得到。可以再买羊毛抹布都超过50块，是不是？抹布不是通常都可能要大概60-70，要100。羊毛抹布是就是羊毛抹布多少钱？那穿过不要的衣服剪成布啊，你好浪费哦，抹布都不要花钱买。好能省哦，这个省钱答案是真的，这个是真的，厉害。看一下下一个，居家女友，居家女友，对，因为我们今年有举办一个居家女友的票选，然后雅恩她是我们的第一名。其实居家女友是我们就是2022年会推出一个年历，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居家最有居家感的女友这样子，然后那一段时间有举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气票选，对。所以居家女友是好的吗？你觉得？很有居家感，就是可能让很安心、很舒服，像回到家一样的。每天会叫你们买饭回家的居家女友。那你会做菜吗？煮饭？我不会。火力点，点唱机，所以这个是小迪。哦，所以小迪很会唱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小迪很有火力。歌，然后可以随时点唱，所以了解，台湾歌也可以。英文，他是台湾人啊，他是香港人，他是香港人啊。广东歌也可以，但他喜欢唱英文歌，对，英文的，对，想听。那因为最近是圣诞节快到，那我就跟大家唱一首比较有关于圣诞节的歌。好。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, but the very next day.You gave it away. This year, to save me from tears, I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. Yeah, 好好听哦，好可爱。对对，广东也可以，广东话都可以，广东话也可以。然后中文，可以唱首广东话的歌吗？好，可以。好想分手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来年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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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哭错，不如自己真心割破。这是我那个年代的歌啊，对，我那个年代的歌，所以台湾人也会唱的，都很经典，对，都很太红了，小时候比较有共鸣，对，哦酷哎，很巧音的，对，所以真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对，香啊。